睇到我呢身咁有活力嘅打扮，就知道我今日嚟系嚟替人跑步噶啦。因为今日咧就系扶轮香港超级马拉松嘅大日子，事不宜迟啦，我即刻同大家去感受下呢个咁有阳光、咁健康嘅活动先。局長，我咪講下今次點解要參加呢個活動嘅。首先咧，喺健康嘅角度嚟講咧，運動係好重要嘅嚇。運動係唔只可以提供我哋心肺嘅功能，確保我哋身體健康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對精神健康咧都係好重要嘅。咁所以我哋都好提倡咧，香港市民咧，各個人都係按照自己嘅生活方式咧，揾出一個恆常做健康運動嘅一個方式。咁我哋依一個咧係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，係一個比普通馬拉松仲要長，係50 km。咁我覺得咧，每一個跑手喺依一個跑步過程咧，都會超越自我，同我哋扶輪嘅宗旨超我服務係一脈相承。咁我哋喺今次我哋亦加入慈善嘅元素，我哋會將所有嘅善款咧，會全數交俾松華三院精神康復服務嘅。我自己覺得咧，就係呢個扶輪呢個活動咧，非常有意義。咁我哋舊年已經係有支持過噶啦。咁啊，發覺咧今次咧佢搞得好大型。咁其實呢個活動咧，超級馬拉松係另類嘅馬拉松啊，跑50公里。咁啊，而且咧我哋喺中區呢度舉行。咁好多中區嘅金融界啊、金融服務界啊，好多中區上班嘅人士咧，都好簡單地嚟到參與到。咁我覺得呢個活動咧，帶到正能量入嚟我哋呢個中區嗰度。我個人感受咧，我覺得咧係希望咧能夠將呢個活動咧一年一年咁樣推落去，成為啊就係未來每一年必辦嘅一個體育活動。